十面转型突围，航向新南海。宏远是台湾最具规模的国际化一贯纺织厂，垂直整合制程，提供客户最佳解决方案，并以创新导向的高附加价值机能性布料与生态创新布种，稳居纺织领航地位。宏远的使命是贡献社会，改变世界。我们的企业核心价值从善和利他出发，以创新、勇气、智慧、坚持、势力，对世界做出贡献，达到经济、环境、社会的三重意义。宏远勇于投资，不断转型升级，创造第二成长曲线。除深耕台湾，领导纺织产业变革外，大胆跨步全球。2016年启动放胆涉越5+5全球布局策略，以短链革命接近市场，快速交齐全球运筹。2年之内，从原有的亚洲3国工厂，增设美国北卡罗来纳州垂直整合纱织染布及成衣厂，以及伊索比亚与海地的成衣厂。当我们挑战越多，企业就成长越大。宏远人超越极限，挑战自我，提升企业竞争力。Global Thinking, Local Action。宏远要以全球化思维做在地的绿色生产。全球6厂皆打造为绿色生态工业园，配置智慧化的软硬体与节能减碳设备。宏远6国生态供应链的紧密串联，可提供快速且多样化的客制产品。新建3厂的生产线已全数投产，以精实专案不断提升产能，有强大研究团队研发制造生态创新布种，完成高质化客制需求。利用地缘优势，能够全球性资源整合成衣的一条龙接单与服务，配合客户弹性需求就近供应，达到制程管理的最高效益与快速交齐，让国际品牌客户深具信心。宏远展望未来，要让集团营收倍数成长，以扎实的在地员工训练，深化培训专业多能工与高熟练度的能耐，建构学习型组织，以提升营运效能，并计划与在地纺织系所产学结盟，培育纺织业未来人才。宏远以人为本，落实对员工的照顾责任，积极融入当地的文化，将关怀与沟通来强化团队向心力，以宏远的企业文化、价值观，建立更强大的合作团队，以善和永续影响每一国的员工。宏远美国北卡厂已成为全州规模最大纺织厂，伊索比亚厂与海地厂大幅提升了当地就业机会，改善生活条件受到政府的敬重。宏远的5+5换胆社会计划已经顺利推展，
未来三年，鸿海营收目标成长两倍，五年要翻涨三倍。宏远以永续的绿色足迹，开拓全球的纺织新蓝海。更怀抱正直、利他与感恩的心，策略结盟所在国的产官学研资源，建立六国共生共荣的生态系统。创新力，与其等待改变，不如主动出击，创造改变。企业的目的是以创新、行销来创造顾客，而创新是宏远的代名词，更是宏远人的 DNA。宏远用颠覆性的创新以人文称科学，融合出更优化的解决方案，引领市场，创造需求。宏远每年投入 4% 的营业额在创新研究领域，以精实创业、设计思考、敏捷开发，结合科技趋势，每年开发超过3000种产品与步骤，创造具特色及高价值创新产品。宏远垂直整合制程与产业多元关键技术平台，不仅能在最短交期内提供高附加价值的产品，更有强大的应变能力。例如以成衣模板进行高度客制化工序，达成少量多样化的客制需求订单。我们洞见环保与户外市场的绿色商机，开发环保利基产品，以循环经济奠定宏远生态创新产品领导地位，以生殖材料为基础，持续开发融合创新的时尚机能性布料，成为国际及户外运动品牌顾客不可或缺的长期合作伙伴。智慧力 Smart Power， 零与一，反转世界的力量。宏远要实现宏远 4.0 计划，成为智慧前瞻企业。当务之急，先发展工业 3.5， 抢先在紫海转型升级，利用破坏性创新技术及自有强项特色，将老师傅的经验数位化，建立数位大脑，自动化、智慧化、去技能化，缩短学习曲线，借由人机协同合作，成为90%靠数位大脑、10%由人来决策的钢铁人。智慧宏远是全价值链的深度改革。IoT 与 ABCE 的应用，让宏远全球厂区都成为工业 4.0 的未来工厂。全面自动化。现场端导入制造执行系统 MES， 使用 ICT 资通讯技术打造跨域数位沟通平台，以智慧载具行动管理，监测大数据，透过云端分析掌握应变资讯。并运用 AI 人工智慧与 AR、VR、MR 的混合实境科技，走进厂区实地优化运作，使整体流程最佳化，提升弹性与回馈速度，做到随需而至的智慧商流与物流。人工智慧正在改变产业结构， AI 会是未来的神髓，我们要让人工智慧无所不在，去走出纺织产业的新格局。梦想要大，起步要轻，行动要快。宏远要成为智慧制造的实践者，将战果扩大，并把经验对外分享，与利害关系者创造共享价值。
经实力，成为你想看到的改变动力。人机完美协作的工作场域，创造高质化、低成本的营运绩效。在智慧升级的同时，宏远更以经实力扩展宏远人的智慧思维，持续推动经实力专案到海内外各厂，走入现场，将丰田主管的31项口头禅作为宏远人的工作准则，宏远加油，并彻底推动以 PDCA 加 F 方式进行追踪改善。经实意识由外而内影响体系，达成营业额最大化、成本最小化的目标。永续力，上善若水，活水永续。宏远从2007年实行 ESM 永续经营模式，推动循环经济作为企业引擎，以72原则做中学、学中做，融合经济、环境、社会的荷包蛋哲学，创造三重盈余。宏远重视企业真正的生命价值，所以我们做永续，做对的事情，不断分享和奉献。宏远要创造风范，发挥社会影响力，让企业撼动世界，鼓舞大家，留下真正的社会资产价值。回顾过往12年的绿色旅程，从工业主义者到绿色资本家，宏远成功让生意与生态携手并进。永续不只是机会，更是宏远的责任。全球厂区停开空调，以绿建筑原理打造会呼吸的生态工业园，运用负压水帘与浮力通风原理大幅降温，营造绿活工厂舒适环境。投资节能设备，降低能源消耗，以自然生态法则提供生物多样性空间。产品与制程全数通过瑞士 BlueSign 认证，同时建立废弃物等于食物的典范，落实摇篮到摇篮循环经济，赋予废弃物二次生命。宏远台湾厂已有11年不再往外清运废弃物，愿景在2020年达成零排放的目标。少即是多的精神，让宏远一年省下约2亿台币的可观费用，荣获国家与国际肯定的桂冠。没有合作和分享，就没有活水的循环经济。分享经验是奉献和给予，透过不断的分享，宏远就能增加永续的影响力，让善流转出去。幸福健康的伙伴是宏远的永续资产。宏远由内落实员工的照顾关怀，对外则积极公益，以社会回馈与品牌公益等对社会做出正面影响，结合产官学研益民领域，持续分享创新成果，开放国内外团体企业参访交流。宏远持续撒下绿色的种子，期望鼓舞各领域共同以永续作为来改变世界。争者精诚之至也，不精不诚，不能动人。宏远重视自己的生命价值，所以我们真诚地做永续，只有专注而诚恳，才能打动世界。赢在学习，胜在改变。
宏远要拥抱限制，不断超越极限，挑战自我，因为我们的使命是贡献社会，改变世界，所以宏远永不停止探索，勇于放胆涉越，刷新未来，以坚决继续往前走的勇气，十面转型突围，航向新蓝海。我们分享和奉献，要为利害关系者创造共享价值，创造六方阵营的永续自觉企业。用心才能看见，以谦卑的心倾听世界的声音，丰厚同理心与人文关怀，以善和利他出发，帮助更多需要帮助的人。宏远要成为全球永续领导企业与世界公民，让世界更美好。